本节目由和联家电赞助播出。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聚宝阁频道，我是阿伦。今天这支影片是新系列《轮到哪间店》的第一集。这个系列会走访各个我觉得值得推荐的卡店，并且情况允许的话，会采访老板或店长，让他们聊聊关于店家、卡牌或经营上的趣事，借此分享更多优质的店家给观众们认识。那么马上进入第一家推荐店家三咖啡和店长 Hank 的采访环节吧。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玉山家咖啡店的店长 Hank。 Hank 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好，大家好，我是 Hank。 那我的本身做的行业是活动公司哦，然后自己有一个模型的品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知道就是玉山家卡牌的店长这样。这个对对对，这点就是大家最好奇的点，就是当初你是怎么从活动公司或者是说这个魔改玩具这一部分踏足到卡牌圈这个领域的？哦，其实我当时是因为我有个朋友，他那时候刚打宝可梦，然后他就知道我以前就是很喜欢打游戏王这样子，然后他就问我说就是有没有兴趣一起办活动。我那个时候就想说那我可以干嘛，就是他那个时候其实是要我做一个模型当奖杯这样子。哦，就是做相关的角色这样。对对对对，然后呢我就想说好啊，那我就帮你做一下，但是其实我对就是卡牌不是很熟。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说那你要不要我组一副让你玩玩玩看。对对，反正你也是做活动嘛，也许顺便体会一下这样。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后来就因此而有接触到宝可梦卡牌这样。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常常去人家地方打牌嘛，都很不熟，然后我又是一个不太喜欢跟人家就不熟装熟的人，跟认识的打牌这样。对对对对对，所以后来就想说那不然在咖啡厅就开放打牌好了这样，自己成为一个群体这样。对对对对对对对，好，了解。那你在经营宝可梦卡牌的路程上啊，有没有遇到说什么比较特别的事情或比较困难的点需要去突破？特别的点啊，因为我平常上午都在做活动类型，就是公司的事情，然后下午就变成说咖啡厅就正常营业，那就变成我只有下班的时候可以玩牌。那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好，要如何去切割一个时间出来去再做一个卡牌店这样子。哦，确实，因为三咖啡的营业时间其实是比一般的卡牌店还要晚。正常大家可能说，什么七点左右开始比赛，但不是，三咖啡是九点十点才开始营业的。对对对对对，这也是就是。协调之后的结果吧，这其实是调整蛮多次之后的结果。因为我们原本是想要学其他卡牌店，就是正常时间经营，只是说后来我发现，原来大家都跟我一样，都要上班，蛮多夜猫子，其实没有办法七点就准时出现在比赛。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那既然那个时候卡牌店又很红，宝可梦刚出来的时候有很多桌游店都转型，一大二大完全买不到货。对，然后我想说，那这么多店服务他们，那不如我就服务一个其他的时段客群。对对对对对，因为总是会有那种晚上工作可能下班就已经八九点了啊。对对对对对对，那刚好就可以说，或者是要顾小孩顾到睡着才能出来打牌的那种人，因为像现在三咖啡啊，其实礼拜六的时候有办那种 U15 的亲子赛啊。对对对对对，就是刚好服务这些爸爸，他有人说平常好累哦，可能也没办法带小孩出来玩，所以呢如果有想要打亲子比赛的观众朋友呢，也可以联系我们的 Hank 说来报我们星期六下午星期六下午四点，星期六下午四点的宝可梦的 U15 比赛。对，好，那我们回到访谈的话题上，接续刚才所说的啊，三咖啡是一间开设时间比较晚的店，那除此之外呢，这些店有没有哪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地方？我们这间店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其实我们这边打牌的都算蛮有经济能力的，这个是蛮奇妙的一件事情，这确实是蛮特别的。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就是经济能力没有问题的时候呢，就变得说交友就变得比较稳定，就是不会一下来一下不来，一下来一下不来这样，都是固定一个，都是固定我下班就是去那边这样。对，所以他这边的人都比较交流，比较深度交流。对，就不只是来打牌，可能可以找到那种真心的朋友。对对对，没错没错。那这么晚打牌啊，总是会有点肚子饿嘛。所以呢，我这时候一定要好好来介绍一下，在三咖啡这边，我最爱吃的一道东西，就是咱们 Hank 他炸的那个德式香肠，还有鸡块。对，那除了这些餐点之外，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三咖啡餐点要分享给观众？哦，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原本咖啡厅是给上班族来用餐。
然后后来因为我们发现说，哎，卡牌人其实他们不会想要在很晚的时候吃什么意大利面啊什么东西，他们就是想要有一个东西，然后可以像网咖那个样子感觉吃，就吃一个爽一点的这样。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那我们就出一个专门的菜单，是 for 这些打牌的人，卡牌玩家的。对，那里面就是有泡面啊、炸物啊这些东西，肥宅快乐水啊这种，对，肥宅最爱喝的，而且这边本来就是咖啡店嘛，所以要调那些什么红茶、奶茶也是应有尽有。对，没错没错。好，那就很推荐大家，如果来这边饿的话，不要害羞，找我们 Hank 店长点餐就对啦。对，有一个特殊的菜单，就特别便宜的那个菜单，这个专门 for 宝可梦来打牌的朋友才有的哦。好，那 Hank 除了宝可梦卡牌之外啊，你本身有没有再去接触其他卡牌游戏，或者打算经营说其他种类的卡牌呢？目前的话，我们是有两个东西，就是我们现在可能会开始主推。对，其中一个就是海贼王。嗯，这个是我玩的非常凶狠的。对 ，Hank 本身也是一个海贼王资深的迷。对，我是海贼迷。我当初做模型也是为了海贼，创业也是因为看了海贼的公司。有这点，我在 Hank 工作室看过非常多海贼的模型。对，没错。所以这一款游戏就是当时我们一接到说，海贼王居然要出卡牌的时候，就马上就决定要入坑了。对，马上决定要推各类像这样的活动。对，自己入坑不够，我还要把这个经营权拿下来，推大家一起入坑。对，没错。所以。就是现在我们基本上旗舰赛啊，然后还有那些冰冻赛啊，对，冰冻赛我们都有在办。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还有另外一个是 Jump 他们那个公司的一个叫 UA 的卡牌。哦，对，这个新的万代代理的一个卡牌，它叫 UA， 然后里面是各个 IP 都有。对，就是一些 Jump 公司的什么死神啊，我的英雄学院啊，猎人回战啊，对，还有猎人，对，这些通通都有。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也很不错。然后它还有鬼灭，因为我自己是最热的，对，我自己就一直在等鬼灭的游戏出，居然刚好有，那我就想说很不错，都是小时候的回忆。嗯，那就直接收一套起来开打。对，就直接把大家拉起来开打这样。所以说，如果对海贼王游戏或者是 UA 这个卡牌游戏有兴趣呢，都可以来三咖啡的群组跟 Hank 联络哦。好，那么很谢谢今天 Hank 来接受我的访问。谢谢。好，那么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大家拜拜，拜拜。我认为三咖啡这间店大概是全台北最独树一帜的店家了，也因此它成了我轮到哪间店系列影片的第一集。这里舒适的环境让我就算不打牌，只是想偶尔放松的喝杯咖啡或者约人谈生意，都很乐意来到这个空间。更别说三咖啡还会举办脱口秀、狼人杀之类的各式活动，推荐给所有喜欢卡牌、喜欢咖啡或者想找到志同道合朋友的人，找个机会来三咖啡逛逛吧。